جربتيها؟冬青、林夕，你俩先下去吧。是。走吧。爹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本来想着处理完汉京的事情便回到苏城。这就是你想的办法？如果我知道你用这么卑劣的手段来保护陆家，我宁可拼掉这条老命，也不能让你走上歪路。我陆青州虽然是个商人，自恃每一分钱都挣得清清白白，走的每一步路都堂堂正正，可是你爹，事实逼人，我没有其他办法。都给我滚！都要害我，都要害我！你听听，那是你的妹妹。是，她是我的妹妹，可她也想置我于死地。我宁愿你以牙还牙，她若想杀你，你杀她便是了。你万万不该这样羞辱她。她做的这样的丑事，是咎由自取。可你是她的姐姐，既然已经提前发现，为何不阻止？反而要大加利用，你可知明天对一个女人来说有多么的重要？她自己都不在乎，我为什么要替她打掩护？你强词夺理！这才嫁入王府没多久，她就闹出如此荒唐的事情，如果再放任下去，整个陆家都要为她陪葬，我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。你，爹，我无意为自己辩解，在做这样的决定之前，我就想到会有这一天，今天这样的结果，我绝不后悔。那你就跪在这儿，什么时候想清楚了，什么时候起来。安然，安然，事发突然，多有怠慢，不知齐王殿下深夜来此，所为何事？啊，最近陆家诸事繁杂，想必他一定千头万绪，就没来打扰。今日大雨，我牵挂院中的葡萄就过来看看。莫非，那院中的青葡萄是殿下所种？是的。这丫头确实是爱吃葡萄。
殿下真是有心了。那厨房还熬着药，我要亲自盯着才是。齐王殿下，我先告辞。行了，你就别担心了，安然没事。大夫说了，是因为思虑过重，长期疲乏，导致邪气入体，好好的调理调理就没事了。思虑过重，长期疲乏。安然这孩子就是太要强了，什么事情都自己扛着。我不知道你们父女俩是因为什么吵起来的，但是我知道一点，他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陆家。有的时候啊，我真的希望他能够替自己多想一想，奈何他心里头装的事情太多了，唯独装不下他自己。你醒了，还烧着呢，快再歇会儿啊。这安宁的日子，少睡几个时辰便多赚几个时辰。最近的事情确实够你操心的了，没关系，你爹娘已经来了，可以都歇息了。难得见你还有这么温顺听话的时候，等你好了就见不着了。齐王殿下若是喜欢，那我便一病不起好了。别胡说啊，等事情了结后，我便要回到苏城，以后再也不会回来了。陆家一直被名声所累，现在这样或许是最好的结局。等水利工程在整个大汉铺开，我就来寻你，明日来我的春耕大典。殿下，有一批新到的盐铁马上到港。现如今的京港啊，管辖混乱，有几拨人都在浑水摸鱼，你千万小心，别让别人发现了。是。你还有事吗？哦，蔡先生蔡望京一直说要见你。属下知错，下去吧。是。
爹娘。安然，这是你娘费了好大力气给你熬的补药，你可别忘了喝了。女儿记住了。哎，你这是做什么去？啊，还有几家商号的事情没处理完，我去看看。等我换身衣服，陪你一起去吧。乱糟糟的，你就别跟着我了。娘，谢谢你。傻丫头，谢什么谢呀？父女俩哪有什么隔夜的仇？是他绷不住了，跟我可没太大关系啊。快坐，让娘好好看看，好不好看？嗯，好看。哎，女为悦己者容，娘还真没有想过你竟然有这么一天。可惜啊，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唉，来来来，给娘。你呢，样样都拔尖，可是唯独只有这一样，永远也比不上城里的其他姑娘。娘，我天天在船上待着，梳什么头，风一吹就变成疯婆子了，学了也无用武之地嘛。那今日为何这么着急梳这个？我要去会亲郎啊！哎呦，你不怕人笑话？这算什么？我还给他准备了一个大大的惊喜，只怕他回味无穷。你也不害臊？娘，我已经错过了太多，浪费了太多的时间，若还把时间花在这些扭捏的作态上，可就亏大了。娘有的时候真的羡慕你这个性子，知道自己要什么。确实是定情一事，谁说非得要男子主动才是啊？这个是我跟你爹成亲的时候你爹送给我的，我一直带着。来，娘给你戴上，娘就送给你，真好看。谢谢娘。齐王殿下这个人呐，为人温厚，我看那天他的神情是真的心疼你。在这个世上，你不缺喜欢你的男子，但若有男子打心眼里心疼你，那必定将是理解你、支持你，这才是绝佳的良配，知道吗？我知道。今日若是顺利的话，把他叫回来一起吃饭，知不知道？这么着急啊？明日一早，我跟你爹就要回苏城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？今日不吃，要等到何时啊？好，都听你的。娘，哎，辛苦你了，晚上我们一定会回来吃饭的。臭丫头。我敢说，你是我见过将绿色穿得最好看的人了。我也敢说，你是我见过拍马屁最动听的人了。我真心的好吗？我也是真心的。走了。齐王殿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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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齐王殿下。流转在记忆的花上，爱
沉睡着，念念不想忘。各地是虚你可知道这是什么道啊？是什么？安心道。你可知道这其中的寓意啊？让我猜猜啊。色微红而力长，稻香扑鼻，这是你培育出来的新品种吗？这个稻子比较早熟，一年下来可以实现双收。如此一来，一年的收成可就翻倍了，这可太好了。它有名字吗？叫安心稻。有何深意啊？温饱无余，使得安心。朴实无华，也是许多百姓的一生所求。安心道，好名字。温饱无余，使得安心。怎么，我没有猜对吗？猜对了，但也没猜对。你在打什么哑谜啊？因为这确实是我对其他人的说辞，所以说你猜对了。那我没猜对的是什么？这安字是安然的安。我早就说过，这山川湖海才是你的天地，可你非得将自己困在汉京这座牢笼里。我之前还幼稚地想过，若不能将你从这牢笼里拉出来，是不是将这稻子种遍这大汉的田野各地，让它生根发芽，也算得上是你的足迹踏遍这万里山河。所以这安心求的其实是我的私心。曾经的我才是被囚禁在牢笼中，那时的你是不是心中更是难安？我是不是说错什么了？没有，我在感慨，同样是一双耳朵一双眼睛，为何以前又聋又瞎呢？说什么呢？没什么，谢谢你啊。你的心意太重了，砸得我开始胡言乱语。沐川，再过不久后我就要回苏城了。你我之间不只是汉京和苏城的距离，以陆家目前的处境，我明白。出身门第，权势威名，于我眼里本身就是过眼云烟，我不在乎。汉京不是我的归处，你才是。秦王殿下，您看我们什么时候开更仪式啊？可否让我凑个热闹，喊上一嗓子？这有何不可呀？走。小姐，老爷。慌慌张张的，何事啊？夫人，我刚在码头做最后的交接，结果突然来了两伙人，都说其中有批货是他们的，闹得不可开交，都快动手打起来了。谁有取货单便是谁的，按照规矩办事，怎么会打起来呢？可是他们俩都有取货单，我这一时间我也分不清真假。哎呀，老爷去处理商铺的事了，我去吧。那不通知小姐了？不用了，区区小事，快快处理完，我还要回来做晚饭呢。走吧。大家跟着我喊，三，三，二，二，一，一，开更，开更。大家听我说，只要今日
这金港还挂着我陆家的双鱼旗，我们陆家绝对不会欠你们一箱货的。要想提货的话，你们一个个便拿着提货单，由我来检验。我是城西林家的，今日有一批药材进港。提货单给我。哎，啊！陆家果真是倒了，就派个娘们来主事。这种单子你要多少，我有多少。快钱！哎，快给我钱啊！哎，让开！夫人，不要抢！哎，你们别抢了！住手！不要抢！都不要抢！都住手！住手！不要抢！来，来人！不要抢！不要抢！等等我，今天我想跟你说，书记出事了。
怪我，没保护好夫人，都怪我。是谁？是谁把我娘放进棺材里的？大夫不行，还有整个汉京的大夫，汉京的大夫不行，还有整个大汉朝的大夫。去啊，去找大夫，去找大夫，求求你了，快去。小姐，小姐。前阵子给庆王戴绿帽子那个陆家，今天又出事儿了。哎，听说了，港口闹事儿，闹事儿，把那个陆夫人给打死了吗？哎，听说原本啊，明天就要回苏城了，哼，可真是倒霉啊。哎呀，那个当家的陆安人，真该好好去烧烧香。哎，不说了，不说了，来来来，来。殿下。殿下，有什么话直接说，别吞吞吐吐的。这个是蔡望京突然给您带的东西。真是没想到啊，你竟然还留着这把匕首。殿下再造之恩，属下永生难忘。放手，放手，放手，给我吧。大丈夫立于天地，抢濒死之人的口粮，也实在让人看不起。
想要吃饭，靠自己双手。要是连这点信心都没有的话，你还不如死了。大人倒是说得轻松，像我等平民百姓，手无缚鸡之力。现在只有人人宰割的份儿，若再遇到了强盗，不是还难逃一死吗？殿下，外面有一个像乞丐一样的人，说一定要见您，我们怎么赶都赶不走。让他进来吧。是。进去吧。拜见殿下。原来是你啊！多谢殿下提点，蔡某并没有沦为行尸走肉，只求果腹而丧尽尊严。这袋中是何物？项上人头。只因科举考试之时，蔡某忘记避先祖名讳，而全家惨遭流放，途中又遇山贼，只留我一人。苟活至今，是殿下的一番话给了我复仇的勇气。这份恩情，蔡某永生难忘。若殿下不嫌弃的话，蔡某愿用尽余生，为殿下赴汤蹈火，效犬马之劳。你是以为一段小拇指再加上一个匕首，本王就会原谅你吗？殿下，属下从未想过求得殿下的原谅。属下之所以千方百计地想要见到殿下，只是想提醒你一定要小心陆安山。什么意思？殿下难道没有想过，自从陆安然与我们结盟之后，看似鼎力相助，但我们的所有计划都屡屡落空。究竟是我们筹备的不够周密，还是有人从中破坏呢？现在你开始攀咬陆安然，你有何证据啊？属下没有证据，但只能说明他做事干净彻底，毫无痕迹。蔡王金，或许你还不太清楚，现如今的陆家在汉京已无立足之地，而且陆家跟本王之间也再无瓜葛。你这个时候挑拨我跟他之间的关系，对你现如今的处境一点帮助都没有。属下所说绝非挑拨，痕迹消失得越干净，越能说明他的古怪。那个所谓的江湖游医，在治好了陆安然之后便离开了苏城，再也没有人见过他。而翟广呢，狱卒查看了他离开的牢房，发现铁链是被利器所割断的，而我在把他投入大牢之时分明搜过身，不可能有力气。而这两个人不是失踪了就是死了，毫无对证。我派去刺杀祭酒的那一段卫
无一人生还。经我查证，他们身上的伤痕出自清河帮之手，而且现场还有水雷炸过的痕迹。殿下，这些事情桩桩件件虽然都无法直接指向陆安然，但所有事情背后都隐隐与他有关，这不可能是巧合。若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，那本王倒有一个疑问了。本王处处跟他息息相关，唇亡齿寒，他屡屡破坏我的计划，对他有什么好处啊？此事属下本来也没有想清楚，但就在萧夫人推门进来的那一刻，一个可能就在我脑海中闪现。如果那是真的，陆安然就太可怕了。自陆安然设计陆欣然嫁入王府之后，所做的每一件事就是不惜代价让陆家在朝堂的困局之中脱身。费尽心力做了这么多，可还是没能救回你。你能不能告诉我，我做这些究竟有什么用？安然，不必向我道歉，我没有生气。你也不必向其他人道歉。这一切都不是你的错。这世上那么多人过得称心如意，为什么就我过得那么艰难？如果我做错了什么，老天爷将罪在我头上，就是为什么要惩罚我的家人？别怕，都会好起来的。可是我努力了这么久，得到了这么糟糕的结果，我还要多努力才能把事情做好。一定会好起来，一定会。轮回离空走。
坚定的背影，抵挡涌动。